就是在中午1:30的左右，那就被民众报案，就是有从台北市过来的一个民众，他们在游玩那个海边游玩独木舟，那可能就是不慎去翻落，然后溺水。那溺水的时候，那万里分队总共就出动了去现场去做紧急救援。那到达现场的时候，有发现有民众在做 CPR， 那万里的人员就尽速的把这边溺水的民众把他送到基隆长庚去做一个医治。这边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也就呼吁，在夏天的时候啊，民众是戏水，不管是到海边或溪流，要在玩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这个警示的一个标语，那避免溺水的事件，要做一个平喘，也不会是说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如果身体状况不好也不要贸然下水，那因为这样子的天气也可能导致这样溺水案件常常的发生，所以你如果有发现有溺水的状况啊，就应该赶快求救，就拨打19或118，请求消防跟海巡来做一个救援。